哎呀，阿嬷，吃饭了没？有啦，很久都不能回去看你呢。要是疫情结束，我一定会常回阿嬷家。要是疫情结束，我不会再抱怨我的工作了，或许吧。 早。哦，这两个月有在练哦。哎，你忙完了吗？要是疫情结束，其实不用等到那时候，我们也要一起好好生活。 阿嬷，你什么鬼？要是疫情结束，我会跑遍全台湾。守护幸福，优雅防疫，幸福生活包在我身上。 包包不只是包包，UniArts。